E-U-Bike 石板计划新北市第一站将在今年四月进驻淡水区。最近不少民众在淡海新市镇附近就可以看到许多 E-U-Bike 的装置设备。区长就表示，电动自行车未来除了会在四月开始，目前也已经会勘超过15个里、45个站点，在启用前会完成80个站点的设置。去年新北市与微笑单车开始 EU-Bike 示范计划，全新北市第一站将在今年四月导入淡水区，而最近不少民众在淡海新市镇附近可以看到有许多的 EU-Bike 装置设备。区长表示，电动自行车未来除了会在四月开始进行，目前也已经会勘了超过15个里、45个站点，在启用前会完成80个站点的设置。我们新北市政府和 U-Bike 公司合作，预计在四月起来设置我们淡水的E-U-Bike 站，目前已经会勘了15个里、45个站，那预计在启用之前会完成80个站的会勘跟设置，预计在淡水会设置300台 EU-Bike， 这是初期的哈。淡水区在过去共有设置18个 U-Bike 据点，但是 U-Bike 装置必须接电，有些地方因为空间限制无法设站，加上淡水地区道路坡度起伏大，借由 EU-Bike 提供电动辅助，以及车辆本身就具备了电力与通信，借还车辆的功能从车柱移到车辆的本体，设站时就不用受电力限制，也不用再挖掘管线，站点轻型装置的特性可以克服这些难题。那因为淡水的地形很多都是山坡地的哈，高高低低的，民众如果骑这个脚踏车，来爬坡非常吃力哈。如果有这个电动的辅助单车，这叫 EU bike 哈，骑起来就会更轻松哦。那目前预计当然是在一些景点啊，一些轻轨捷运沿线啊。还是一些大学的周边哈，会来设置。区长表示，淡水当地多元的生活形态，有住宅、学区、商圈、观光景点，可以搭配既有的捷运网路、公车站点，还有淡海轻轨，结合 EU Bike 形成一个绿色低碳的运输服务网。记者许多益淡水采访报道。